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为我们说明了什么叫做十二因缘，以及十二因缘跟三世因果的关系。那么了解十二因缘跟修行佛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啊，十二因缘的观念哦，听起来好像蛮深奥蛮复杂的。那我就想说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我修行佛法是不是一定要了解这个十二因缘啊？这十二因缘跟修行佛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现在要先说明一下，民间呢一般讲因缘呢，是讲的什么？是男女婚姻叫做因缘啊？对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讲，说因缘呢，是你做事情顺利吗？顺利的是因缘成熟了，事情不顺利呢，就是因缘不成熟了，有这个观念的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希望看一看，说三世因果，所以有的人遇到了一些魔障啊，或者是一些困扰的事啊，没有办法脱身，那找医生也没有用，你找警察也没有用，找什么都没有用，那就是问一问，这个我究竟过去做了什么坏事啊？或者是究竟我跟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中间有什么样的因缘或者是因果？这么样的因缘呢？因此呢，就是找一些懂得神通的人，是，或者是呢能够牵王的人，是，去问的。那么这些呢？都不是正确的。我们讲的十二因缘啊，佛法讲的十二因缘呢，听起来，因为有十二个阶段，那么很多人有一点陌生啊，特别是我电视机面前的哦，像我就非常陌生。但是呢，这是佛法的基本观念。如果十二因缘不清楚的话，那这个佛法的基本观念没办法接受。是。我们一般的人只叫的过去式、现在式、未来式，叫三世因果的很少有人呢来讲三世十二因缘。是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不懂得三世十二因缘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这个从无明最后变成明。就变成明。那当然呢，有的人说用禅的方法，用智慧开智慧，就一下子从无明变成明。那我们在上一次呢，我们也讲过了。是。可是多半的人，根本不了解生命的过程是什么。就是突然间就是叫变成了从无明变成明啊，是不大容易的。因此呢，还是要点出这个三世之间的过程呢、这个生命的过程是什么。是。这个呢，主要是对人讲的。这个十二因缘呢，一定是人才有，这个其他的动物是没有的。其他的动物只有生老死，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，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人呢，就会有十二因缘，因为人有智慧，也可以说这个智慧是普通的一种知识，一种学问。还有一种头脑的一种这个辨别，比如说自我察觉的能力，自我察觉的能力，有思维的能力，有思维，有回忆，还有语言，有文字，这些能力，那就变成了就十二因缘了。那么这个十二因缘，那我们在上一集里已经讲了，就是在分成两类，一类呢是属于现象的，是生命的现象，这个是分成三世的过程的，这个周而复始的这个流转，我们叫轮回，有的人讲啊，那这个三世轮回的现象讲十二因缘，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就是自己观察十二因缘，那我们也能开智慧。那如果不观察，要一下子开智慧，
那这个实在是叫顿悟啊，实在是不是很容易的事。是。那通常呢，是用观察，观察十二因缘而开智慧，那也能够断生死而得解脱。那我现在呢，要介绍的就是说，先从第一种方式是介绍起。所以第一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三世因果的一个现象，来介绍这个十二因缘。那么十二因缘就是说，过去世呢有无明，是有行，有色。是，我先讲这个三个。好，然后是不是要一个一个讲？对，先讲这个三项。好，这个三项是一组，然后在下边还有一组。好，这样子讲啊。好，这个无明我们已经讲过。对。那么这个行是什么？对，行为的行啊。这个行，这个行为的行，并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行为、语言的行为。哦。不是。哦。而是呢，心理的、观念的产生呢一种动力。这个语言和我们的身体的行为啊，是从我们的观念而产生的。这个观念呢，里头包括意志力，包括这个预谋和计划，还有呢觉察都在里头。那么这个行字，在五蕴之中啊，是有一个行蕴，就是是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就是行问，是同一个东西。是同一个行。同一个行，因为这个行的力量非常强。是。如果没有这个行的这一种心的话，不能构成呢、为业，不能构成业。那如果是仅仅是念头动了一下，这个毫无意义的一个念头动，不叫做行。行一定是呢，这个觉察到自己是确定是在做，要做，必定做。那为什么一定要做？他已经考虑得很清楚，那清清楚楚的自己做了，错了也自己负责，对了也自己负责，那这个就是行。是，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，随着师父的开示呢，我们越来越进入佛法的里面啊。也许比较深奥，但是也许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收获。非常欢迎你下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